一起卖的吗？它是套装，直接套在里面。哦，它是套装哦，而且它里面这件衣服很舒服。对啊，是那种真的也有亲肤质的，对，是女性有弹性，没有弹性。所以那个如果是胖胖手臂的人也可以穿，它有两个尺寸，看起来蛮好的。哎，我最喜欢套装的，因为可以分开穿搭，而且你也不用还要想搭配。对，就是两件可以分开穿，然后它就是这样子套装，然后下面是吊带裙，就两个颜色，而且它的布料不是素面，因为有时候就是吊带裙全素面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比较单调。对啊，它是灰色的是有织纹。它这边也有织纹，你其实近看它有这个织纹、里面这件就是有哺乳，来我拿给你看。好，它其实就是这样分开穿搭。那里面这一件呢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它就是这边可以开口，直接就是哺乳。然后外面呢，它就是做这个吊带裙，所以其实看不太出来，对，其实看不出来，因为这生完你里面都还在搭其他的裤摆。对，里面搭碎花，碎花上面也很可爱呀、这个就是产前跟产后都可以穿。就我觉得里面这件也太舒服了嘛。好，再给你们看一下啊、它其实里面的上衣都是同一个颜色，对，然后都是白色的，然后我有这个灰色跟这个黑色，还有绑带，哪里前开叉？哎，真的哎，前开叉很棒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孕妇虽然是绑带，但是就是我们走路还是要，因为不然你只能小碎步，你上不了楼梯。我跟你讲，前开叉真的是很难走。对，然后你看到孕妇妈咪穿配置，应该有五十个，差不多，应该有。弹性还不错，穿这件衣服很热吗？不是因为之前好像很透，没有，它这个面子还蛮舒服。大家近看，这个材料是很内搭的，它这个是有一点，就是也是像莫代尔棉那一种。对，这弹性很好，莫代尔棉是我们最喜欢的材料，妈妈最喜欢。对，然后它这里也附一条绑带，所以如果说你肚子更大，你要绑起来，没错。对啊，或是你产后想要有腰，产后你要有腰身，你就把它绑起来。对，而且还有两个绑带，就是他们最爱的绑带。没错。两个颜色哦。